电子装修用的地方，看见这个。我是专门切开的，这个叫做白什么木，这个是软木，不是硬木，肯定是软木的。对，它不是硬木，但这个的话肯定比空手道李小龙用的要硬。我他妈这样我的手不痛了。你可以拿着我用那个斑斓曲面的方式给你拿，你不就斜一点，这个方向斜一点，低一点，我用斑斓曲面就低一点，斑斓曲面那个杨世泰以前不是有个斑斓曲面吗？我这是专业的。就说那个杨世泰以前不是有一个斑斓曲吗？斑斓曲面是吧？就说这个速度也不用太快，斑斓曲面。真不是。是吧？这没有我这么，他不是说你，不是说你拿子是吧？不是说你拿子啊，是吧？跟博学运用键，一生一打过了手指，是吧？这个没有，你还没教到怎么没有没有，不是要打爆震动的，对啊，他没有爆震动的人。这正儿八经的装修用的木板，正儿八经建筑装修用的，我买的是一千，这个好贵啊，这个。他们那个，他们说啊，你这样这样肯定拿不动了，那肯定不行的。那李小龙才不是嘛？没人见了，你们硬是能打出这种来吗？是吧？那个斑斓曲一看，为什么配缺这么中斑斓曲呢？斑斓曲是这样打，你看我快吗？速度快吗？不快，对吧？一个斑斓曲，他已经打完了，是吧？像这个木板呢，像这个木板呢，我们打两层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打两层应该是没问题的，上面两个合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这个木板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就用这个东西用的话，你靠这一点，这个东西用的话，是不是大？这就是斑斓曲面用法，根本不用做，是吧？到这里就距离大。按照你这个距离，就不是怎么打，就怎么碰上你那个地方。对，这里面碰上就可以，碰上粘上就行，粘上就行，碰上去就可以。这里面最解决就是我步伐怎么走，然后别人跑我怎么追他，然后我追上怎么打，这些只是解决怎么打的问题。你实战的话，还要有你身法、步伐，你肯定的等等。你回家的时候，他这块板还会跳，还会走的。对啊，是吧？